觉得一点都不累。好，来，啊，加油，啊，很好，啊，再一次 ，Come on， 你不是不累吗？节奏跳起来，加油！第二张周杰伦，祈祷你，这首歌打不倒我们的 ，Come on！ 这个人，哎，各位加油，右手脚都在动，呀！舒服吗？很舒服。有暴汗的帮我刷一下暴汗。会累的帮我们刷累。对。嗯，因为我觉得一点都不累。你想干嘛今天？没有啊。你干嘛故意要挑衅我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要挑衅你。那你干嘛一直讲这样的话？因为我觉得真的不累啊。你想怎么样？证明你自己这样体力很好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就是要证明我体力好，可以去跑山铁。我不知道他想讲什么梗，我听不太懂。你干嘛一直要说你不累，然后逼着我要来训练他一下，他故意挑衅你们。好，来，啊，加油，啊，很好，啊，再一次 ，Come on， 你不是不累吗？我跟上，帮我刷下，跟上。感觉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痛？痛吗？嗯。感觉可以吗？可以。累不累？累。不累吧？哎，累累累。累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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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哈。累累好，记得讲话要注意哈，跟教练说话，好不好？各位累不累？一点都不累。循序渐进，跟上来。循序渐进，正确的跟我们一起练起来。循序渐进，把大家难度慢慢的升级。如果你新进来的，各位，我建议你，待会的操不要跟，看就好，因为你会觉得你看就会瘦了。真的，毽子操的升级版，本草纲目的再升级版。新来的别练，光看就好。蹲下去的时候挺胸，下背不要太弯，不要造成膝盖负担太大。五 ，OK， 调整呼吸，调整呼吸一下。大家都还活着吗？我就是那条龙。OK， 我们成功掉了40万人，耶、yeah!。刚才看到就走了，回去的时候不是只是本草纲目很累吗？怎么像连龙泉都来了？你是想要毁掉周杰伦吗？各位，我们要毁掉周杰伦，因为我觉得这些歌太能够振奋人心了。你都滴汗了，现在我应该下次帮你准备个毛巾才对。香汗淋漓。